我是西西，今天是国庆节第二天，我现在是早上9点，但是感觉我的室友们都是还没起来，所以我小小声。国庆节干净一点，因为我的室友们都是上班族，现在他们可以休息。我今天早饭吃什么？是我的山东朋友给我的，他说他的妈妈寄过来的。他跟我问，你去过绿路吗？我说嗯。他问绿路，嗯，绿路，嗯，绿路是什么东西？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个绿路，但是原来是我去山东的时候去过绿路博物馆。他说这个有关系的吗？在这里有用绿路的药，然后他说这个直接吃也可以，尝一尝。绿路是什么东西啊？不是牛肉吗？超级嫩，还是觉得很像牛肉，好吃。嗯，要配米饭。辣椒，就是肥肉，我不太喜欢吃肥肉。啊，还有我想追别，所以我还点了绿豆的火烧，绿豆的火烧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肥肉，而且没有看过、见过肥米饭。确实，国庆节很安静。我昨天跟你们问过，国庆节有什么文化吗？你们说休息。原来是人都一样的，是吧？尝尝这个概念。嗯，它为什么不分开呢？嗯，没有腥味，没有皮蛋呢。他们在哪儿？1公里。哇，我好幸福，上边还是有这样的朋友，很感谢。嗯，这个今天这个肉特别嫩，可以来这么嫩吗？不用辣椒酱，这是辣椒酱，辣酱芝麻油，有点别扭。确实，我这米饭很少，我还是更喜欢面。稍等，嗯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啊，你。来了。生气，他们为什么还没到给我电话？我还要等5分钟才能理解。能理解。妈妈，哥哥们，五分钟，你们知道很长的。在农库啊，那就是。卤肉火烧，这里面这是都是绿肉吧，很脆脆啊。这是放长的，这是没放长的，是吧？尝尝。嗯，这个是放长的。嗯，好好吃啊，而且加的也很甜。稍等，不是用绿肉汤，放这儿。这是我更喜欢这样的饼。哇，这里还有这种满满的粉丝。吃吧，吃吧。嗯。哦，这样滴入一起。我好喜欢中国这样的饼。嗯，这个火烧，为什么火烧呀？啊，火。嗯，好幸福的国庆节呀。嗯，好好看。你看到没？
入库计划粉丝，你们入库计划，我再来了，我的粉丝，你们都放，先等等，等冰的，冰激凌，为了吃的这个更好吃。嗯，就是嗯，香香，焦糖，真的姜汤的味道，想象一下，哇，你们喜不喜欢鹿和饭在一起？啊，养好多呢，好多。反正我经常吃，新发现中国鹿种类怎么这么多呀？我想晚上吃，现在不想吃完，舍不得吃完。啊，吃完了，绿豆好吃，谢谢我的朋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刚才忘记了，顺便吃一些甜品。冬天，我真好想好的，我早上吃了，已经吃了。你们跟我说，它芝麻很好吃，真的好吃。但这个无糖，它是真的好吃，那种真，所以真的吃几个也根本不够。可以推荐一下吗？好吃的萨琪玛品牌，我这个不是专门点的。我点菜的时候就是7000以上以外能说一点了，所以如果有好吃的萨琪玛品牌的话可以告诉我。真吃了，吃吧，吃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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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真的好吃啊！黑米，健康零食，还有这个，好吃哟！最后的，吃完了，来一双。上海也有，为什么没有看到呢？而且杭州也快要见，但是你们知道吧，如果这家店在杭州开门的话，我可能不太经常去吃。就是这个我在北京怎么说呢，稀缺些。这个这里接我的嘴，这是张张包。下面的巧克力皮也很厚，有的人跟我说谢谢他中文很进步了，大家我原来我的中文很好，我就是假装我不好，我的中文很好。就是对啊，下面是香面最好吃，
今天也去了新的东西，一个是利路，一个是沙琪玛。哇，还有没去过的新的美食，什么时候能吃完？真的是，幸福，所以我要长寿。我知道了。沙琪玛两口好吃，就是一口吃都不太好吃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看见了，刚才弄错弄错。大家国庆快乐，国庆快乐。今天晚上跟朋友还得吃饭，大家国庆节快乐！